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呢涨22点，量缩到696亿。好，那我们来谈谈，来，宏达电今天小跌，联发科今天涨10.5%哦，我在192.93叫你要用力买，对不对 ？TBK 叫你要在58买。啊，今天的63，最后一盘，800多张，全吃。凯盛叫你106要买，现在116。4915的自身今天小跌2毛，好，这就是我的一个所谓的持股。好，那很多人就讲说，老师你每天都讲这几档股票，我跟你讲，我如果讲这几档股票涨与跌，我比照相，听好不？听好话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。来到这边，很多人宏达电在这里不买。那我之前跟哥讲，跌到88.7这一根以下，非洲斑马欧北贝他不会买，他已经带量过前高，隔天见高进去买。那我在这里先短卖一半，等一下我会拿证据给哥哥看。联发科来到这里200块以下叫你要用力买，现在已经涨到255，凯盛还没什么涨，只有赚10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啊 ，TPK 今天小涨，那现在它还在相对低，那第一波的一个所谓的结构，也就是说，我讲宏达电的时候，宏达电率先涨上来100，在62.9就开始涨上来，然后呢，第二波就是接续的，就是由联发科190涨到今天。最高257，然后第三波就是 TBK， 第四波就是凯盛。好，相对的，我在上礼拜五宏达电我卖一半，那压回哪里会买？我压回哪里会买？那你可以跟着我，你就跟着我带着你买在相对低。那未来它112还要过，但是呢，起码我知道这里要买，这附近要做加码，这里要卖一下。这里买，这附近加嘛，这里卖一下，压回来我会继续买。好啊，因为你不是我会员，你如果跟着我的话，你可以在礼拜五买，你可以卖在看到108、109，啊，现在是103。那我跟哥哥讲，未来这一两天我看状况，我会把宏达电的卖掉的1/2再买回来。好，好 ，OK。那我们再来谈谈，我礼拜五怎么跟哥哥讲？短线上的加权指数怎么看？那这个其实在测验一个投顾老师的功力。投顾老师不是在节目挥家鬼叫蹦迪亚啊，告诉你，哇，我今天岂止赚200点、300点，而且一年365天，每天都对。那其实很多人都知道那是在骗的，反正呢发了一大堆的讯息，只把当天买到最低跟卖在最高的。嘎嘎做到顶啊！节目上就说他买低卖高，对，你会去参加这种的分析人员。那郭先生是每天事先预告给各位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就预算隔日加权啊，因为我也想要预告台指啊，但是金管会规定不行啊，不行啊，因为期指可以交易，加权不行。但是我用加权，你就可以看出我有没有功力啊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先来谈谈。7月1号告诉你，7月4号，我是正对收向上在8775，双关价的上限在8774。我在上礼拜我就表演过了哈，正对收向下在8655，破双关价的下限在8658。所以7月1号讲7月4号区间是8660、8775。好，今天一开盘，来我们看一下，今天最高8782，最低8712。今天最低8712，最高8772。那低点的部分，老师你低点不准，哎，高点还蛮准的，高点还蛮准的，因为今天最高8772嘛，最低8771，那我
礼拜五讲今天是8660，好，那当然我可不可以做调整？那起码今天高点在这里，我不会笨笨的哈，我做到高点了啊。好，那我们来谈谈，我教你怎么去看哈。来，今天开盘在这里，这9:05，这加权的哈，加权的。那我加权可以这样子算，可以这样抓得到，我棋子一样可以哈。来，这开盘对不对？那我后面没看到，我只看到这一根的开盘，开低走高。对不对？一低盘，好，那我要抓它今天的高点，然后顺便告诉各位，一般做棋子的通病是什么？我教各位哈。哦，一开盘在这里，这一根 K 棒，我就知道今天的高点是在这里，我就知道今天的低点是在这里，8716、8775，好 ，OK。那我们来看，今天最低在这里。8712，8712，哦，这边算8716。好，那我们来讲，这一根是所谓的破线 K。如果是一般做棋子的投资朋友，来到这边破线，他为什么？他会做放空，因为这里是破线嘛，破线要做放空，不对，你算出这里是多底，多底，我没看到，我这边算出来。好，那我就知道这边附近它是一个所谓的多底区。好，那我把它消掉哈，再给你看一下 K 线的原貌。这一根是所谓的起攻 K， 这一根的起攻 K， 它的高点是在8712，啊，这一根今天的最低就8712。但是呢，你不懂，你会认为这一根是破线，然后你再搭配我的技术分析。我跟各位讲啊，我礼拜四的时候就跟各位，礼拜五的时候就跟各位讲，今天的加权怎么做，准不准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一开盘我就知道低点在这里，高点在这里，那我就知道散户会在这边多单停损。给搞过多加棒康，因为这里破线，那这一根 K 棒刚好是来到我刚刚有讲过这一根起攻 K 高的8712。好，那来到这边，我要切确的再去算它真正的高点，我算8775对不对？我要真正算它的一个最高点，我没看到后面。8782。8782，来看一下，今天最高8782。我现在问你，我今天高低点有没有抓出来？重点是，郭宪正边走边看，对不对？一开盘就知道，哦，高点大概在这边。那起码来到8716这附近，我不会像一般的投资朋友去做空的动作，这边反而是买多，所以我可以算到这个低点，8716。这8712哦，8716大量 K 高在8712，然后呢上来没看到，我就知道8775，来到这边调整一下，我就知道8782，听得懂吗？这就功夫技术，来 OK。同样的，7月4号我们来讲7月5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双关价的上限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破三关价的中关在这里。7月4号我们来讲7月5号。这短线上的哦，这里是多底，这里是空底。那我们事先做预算，一开盘我就知道今天的高点跟低点，所以我跟各位讲，我有带棋子，但是我不能预告棋子，因为金管会有个规定。但是我预告棋子，盘后我告诉你高低点怎么去做调整，有时候连调整都不用。那短线上，一个老师有办法这样做，你就知道这个老师有没有料。有没有料？你知道吗？投顾现在很多人做棋子哈，全投顾市场只有我一个在事先预告隔日，所以我吸引很多投资们眼光。那为什么？因为有很多人被一般的投顾老师骗怕了，每天都大赚。那你笑他们能给他们，啊，你得去参加，结果参加鬼就怎样讲？原来拢是回家鬼在蹦逼啊！
啊，发了一大堆扣讯给各位，然后呢，再打当天买最低卖最高拿出来，每天都赚两三百点。你当骗到戏边老主机，看投顾节目看这个，七月四号告诉你加权七月五号怎么算。好，重点是我加，很多人就有疑问了、啊，老师啊，你这算加权，我又没有做加权，啊，你猪头哦，我这加权会算，我期指不会算，我当然会算，只是。金管会有严格规定，不可以讲期指，事先预告，听得懂吗？啊，我用加权的，就在展现我的功夫功力，听得懂哈？好，来，那我们来谈谈波段的一个所谓规划。来，这个低点，我们都没看到的时候，我前面就懒得谈这啊。8840，我这里没看到。8840，7627到8840，我就知道回来到8091，跌到8091，一定很多人看坏。这边破线，7999就上去了。来，那我再把它放大一下哈。来到这边，我在节目上就跟各位讲。它一定会越过，当然我还有其他技术分析，但是我不方便教各位。但是我在节目上就直接讲，这边这边7999会涨到8824，结果呢，这边涨到8754，这差距比较大，70点。好，那来到这边，因为来到8754。8754这一个点扣高转折，然后我就跟各位讲，压回来8466附近要买多。这边多少？8476，都事先算的哦。好，那来到这边，这一根是脱欧事件那一天的一个所谓的重挫，我在节目上就跟各位讲，压回哪里是买点。这事先讲的哦，没有事后哈。8385，我再把它放大，结果最低8374，那来到这边，我把它消掉哈，再重算。我告诉你，这低点我有算作哈，8385至8374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在节目这里没看到的时候，我就跟各位讲了哈。哪里会来？欸，我讲了，你听得懂听不懂？这8374，我就跟各位讲，未来会涨到这里，都没看到。我用这一段算的，这就是一个所谓功夫。所以我就跟各位讲，我们都是由股价指数区间，然后去算到高点跟低点。就比讲这一段，股价区间算出低点在这里，高点。短线上高点在这边，听得懂吗？听不懂。如果你听不懂，那你在做指数的部分，你得请我测标边下，十个一角一块算算，你一块算算，你是变成多？市场赚到钱，无多嘛？啊，你一块算算，看到人，逐天拢大赚，还去参加嘞，结果死了就歹看。我跟你讲，我带会员，一天如果是一般会员，一般的普通的。期货会员我一天做一趟，那如果期货特别会员我一天做两趟，我获胜率有8到9成，我没有在跟各位开玩笑哦，我不像其他的这些所谓的分析人员买了一大堆，哇，涨上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，跌下去就一直空一直空，了解吗？啊，反正把最低跟最高拿出来哦，我今天大赚多少，去看一种节目啦，去看啦。太恐了，哦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个股的部分，2454、2498、2454，先讲2454，联发科，2454，联发科在这里买的时候，所有人不会买，看我电视节目都知道哈。
我由这一段算出弹上来263，这边265，然后呢，我在节目上就告诉各位，由这一根，我们看到后面，这个高点我有算出来哈，这个高点，这边算263哈，然后呢，我就告诉各位压回哪里是买点，我没看到啊，因为散户在这里买啊。长虹带量隔天就进去买，你就死了。下来我就告诉各位，193这里是买点，这附近我在买。郭先生有没有买？我都是买低档。5月4号，5月4号买，超跌。5月9号再买，我不是对了才拿上来哈。5月4号在这里，5月9号在这里，买这里，现在在这里，散户不会在这里买，散户会在这附近买，这个带量过前高才开始买，我买200块附近，你买250、240，一个老师高下立判，他的价值就出现了，听得懂吗？哈。听得懂哈，2498，来，这里叫你买，这里叫你买，这里加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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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告诉各位这一根88.7以下，非洲斑马欧北贝，这一根是跌停，周永明离子，对不对？好 ，OK， 先看一下我有没有买，啊，我在这里买的是不是告诉各位，没看到。告诉你62，怎么算的？5月10号买，5月12号买，5月30号买，那个时候不会有人买宏达电。6月3号买，上来我再加码了。6月7号买，6月8号买，6月13号买，最后一次加码。7月1号，加码了5、6次哈。7月1号。宏达电市价获利出1/2持股，抽回部分资金。好 ，OK， 看一下哈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哈，你怎么做？这里买加倍加倍，这里加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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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涨到这里的时候，带量过前高，散户不会在60几块、70几块、80几块买，会涨到真过前高再进来买。隔天跳空上开，629号跳空上开买，我在7月1号卖一半，这里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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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告诉你跌停板要买，压回这88.7以下，非洲斑马欧北北，然后呢，散户看到这里哇，带量过这个前高要买，这个收完盘以后，隔天。跳进去买，开高112就进去买。啊，我在这里卖，你在这里开始买，我卖了一半，这就是功夫技术。好，所以我等一下讲哈，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算的技术，你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算的技术，你会是这个。那我们是事先预算的才是大赢家，因为。请各位记住，我在节目上预告给各位都事先预算的，然后我在做股票，都是压回整理跌势买，我不是买现在在涨或大涨一大段的。宏达电这边压回，对不对？跌势，这里整理整理整理，所有人看好，我在这里卖一半，那未来。我哪里要买回？那2454联发科，这里压回买，那散户会在哪里买？过前高开始买，240以上才买。我买200块，200块以下这里做加码，你买这里，甚至一般的所谓的分析人员涨上来才会进去买。所以我跟哥哥讲啊，对郭先生走，我的是。没给掉，那用这种方式会不会赔钱？我很少赔钱的，而且我股票不会很多，
那我在带会员做期指的时候，就事先去预告，我在节目上事先预告加权，我带会员做期指，我怎么做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啊，趁钱有技术找我，趁着跋筊请找别人。做股票做指数，绝对唔当十个一角一块算算，要事先预算的技术。认同我理念，注意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么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谈。位机上盒让电视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好，我们每年的一个所谓的技术班都开课。好，上一次是6月，再来是8月份，台中、台北、高雄啊，是针对会员的所谓部分。你学到以后，你未来加权或个股，你永远买在相对低，买在相对低，卖在相对高。那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赚钱，在家学秘籍，那只要付一点点的费用，我的费用几乎是全投顾老师最便宜的，因为我想要帮助很多人。好，认同我理念，想赚钱学技术的，我们8月份开课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始发投顾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专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气疼，请用气疼五分钟。五分钟，不好。回到现场，现在散户不会买 TPK， 为什么？投顾老师也不会介绍，因为它是低档。那我在这里跟哥讲，58块的 TPK 要买。我跟你讲，投顾的分析人员只有郭先生在介绍现在在低档的股票，因为我认定说的散户不会买，只有主力做手会买，买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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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来做加码。我在低档买的时候。因为低档在买一档股票没绩效嘛，啊，散户都喜欢看人家有绩效的节目啊。你注意哦，我跟你讲啊，你要看那个投顾老师，就看着老师如何去买低点。如果他介绍涨很多的股票，啊，你去试，对不对？宏达电涨上来100、111、111、112，一堆人在买，不好意思，我卖一半，未来压回哪里我会买。联发科告诉你200块要用力买，你不会买。你会涨到240、250才买 ，TPK 跌到这里，散户不会买。我告诉你，58块是买点。5264凯盛，我在这里买。那这个高点，我之前这算186，跌下来，由这一段算这一段算出来这低档。散户会不会在这里买？不会，我会买。未来会涨到哪里？我当然知道。那
宏达电压回哪里是买点？我当然知道，你的成本都永远比我高。联发科也是，宏达电也是，我在卖一半年才在买，然后呢，联发科已经涨了50几块了，你才在买，我200块叫你，200块以下叫你买的时候，你敢买吗？不会，对不对 ？TPK 开始要涨，那你现在也不会买，所以我都跟各位讲啊，你想要低买高卖，你来找我；想要去追的，你就去找别人；想要每天在节目上告诉你绩效很好的，你去找别人。好，需要帮忙，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记住，赢家永远是少数，我就是这个人。你跟着我，你还可以赚钱学技术。那我们8月份针对会员的技术班开始开课啊，认同我，你也想要赚钱学技术，再花一点点的费用，你未来你会变高手，我会教你啊。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8月份北中南的技术班啊，准备开课啊，只要是会员我会教你赚钱在家学秘技，会费非常便宜，而且还打5折，你会未来会变高手，我会教你，速拨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启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，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头部02-2389-8689，2389-8689。头痛请用5分钟。